弗兰多太舒服了呀，追上线的话。弗兰多已经多少层了？已经他妈六层了，弗兰多七层被动了，弗兰多，我好炸弗迪克呀！但是抢三级了，突然到三级，感觉打不过了，升了一级。还好这个三级很关键啊。弗兰多已经八层被动了呀。要硬来吗？要硬约！朱尔米西，你哎杀不杀？哎三级不能杀，三级不能杀了，三级不能杀了。我三级了，三级了，三级了。看小龙，小龙拼整些卡拉维斯优势，但打起架来的话，京东是劣势。完了，一滴血，龙海这边失火，但这边脱节了。完了，脱节太严重了，无缘死了。左哥没脱节，这脱节太严重了，两个左，两个右。但是三坤来了，掰好掰，有意吗？牙膏，牙膏不想活了，就往前走。牙膏应该是没意没闪，不想活了，直接。这边弗兰多要偷，弗里克，弗里克还有闪，没机会。但是吧，弗兰多必须站出来，因为前期确实吸了队友血啊。第二个曹冲因为英雄问题都吃不了，来看看这波滑铲很不错，漂亮的滑铲 BC 团开起来了，自己先倒没关系，后续还有的打吗？要撤退了，应该是没后续了。牙膏滑不能滑走的，那牙膏一直回头支，牙膏直接把自己支死了，应该是没意义的。好，小龙给吧，等吧，等弗兰多二百五。250感觉不够，要250。看这个情况，直接吃呀！大招给的不错，但这边反手的滑铲，这边吸刀吸的还不错，这吸刀吸的可以，输了，吸闷了呀！卡拉维要被掰走了，大招给吗？小妈妈叫过来还不错，三级一个人要被暴打打死了，三级卡脚了，大招为什么第一时间没按出来啊？哎呦，又是撸了。入了，入个头了呀，入了。我说实话，我现在是牙膏，我现在就极限求稳，我不假鞋一买，我再马上买个水银弯刀，提升双抗，又增加自己的保命容错，对吧？我这不死就行了。来了，变好滑铲 BC， 但是可惜交替了，直接撤退。打了 Rookie 一个闪也不错，还把三级双刀打出来了。双三级好像不想让你走，弗兰多快踢过来救我们！弗兰多，弗兰多你怎么踢的？弗兰多踢了，这他妈高看他去了。他主要那个眼觉得太冒进了，不敢下，叫个妈，赶紧打到撤退。哎，弗兰多来了呀！这波弗兰苏兰看。闪进中路，哎呦，他妈如了，闪现往前走，但是三级把他救走了。哎呦，三级这个掰的不好，翻多，亏了，感觉这一波亏了，我感觉京东亏了，也亏好吧，京东姐，应该是队友叫给眼，随手给了个眼秘书。哎呦，这里差点掰出事啊，三哥，哎，什么情况？已经又打起来了，又打起来了，三级，三级好像顶不住了。妈呀！这个妈叫的有点好，好像没后续了，可以点小龙了。OK， 牙膏没事，牙膏有 TP 的，吸两个疗也吸满了，疗满刷了，有迅捷步伐，随便 A 两下疗就回满了，还是要回家踢出来吗？那这样要等牙膏回家呀、啊，那这样位置丢完了。但是大哥还在，其实这位置给了是其实好事，我三八、三八三个 rookie 完了，老松不能死啊！撸了就过来死了，叫个马死了。哎呦，拿了个手杀呀！这龙打得还很慢，因为老松倒了还玩什么了？电呢？五打四，喷火龙完全体来了，滑铲铲到卓哥，卓哥直接应该要被秒了。牙膏水银期待了，牙膏在后面一打二，正面一要被喷火龙处决完了，秒杀。牙膏主打的是骚扰，弗兰多的小火龙250层无敌了，啥意思啊？我也没懂啊，我是马主播，我也没懂啊。完了，滑铲叫妈呀 ！AOE 打得不错，喷火龙应该要收割了，有机会喷吗？弗兰多，可惜瑞尔这里先倒了。这面主动选的开，因为牙膏不在，这面还进攻还要主动开，啥意思啊？我也没听懂啊。结束了，垃圾时间了，忙不了了。这种运营如果能输，那感觉就太夸张了。这什么伤害啊，兄弟！哎，怎么没了？滚了个雪球，滚死了！卡
阿拉维很肉啊，还在里面游，应该是要死了吧？还没死啊？这个都没死吗？不错哦，孩子被炸死。如勒怎么在泉水里面打仗啊？如勒，兄弟，这波技可，这甩炸弹，闪电 Q 收一个，自己咬死。这一套伤害真有点高吧？一波了呀，感觉一波了吗？一波不了吧？那都没血了，这两个人。看如勒的操作了，只能看如勒操作才能一波啊！如勒随便操作啊！砸回来一个牙膏，牙膏是塔，是肉啊！牙膏，三级没大没用啊！这英雄没当天没大一点用都没有啊！随便打，牙膏是伤害的，你看看，划船不归流才是真的。米星刚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给机会，如勒有进化，如勒能操作起来吗？如勒。牙膏很肉，牙膏很肉，我操！猪啊！牙膏还在弹，牙膏太肉，牙膏硬吃啊，兄弟！牙膏富贵流才是顶流，兄弟，富贵流大于毛毛流，富贵流太屌了，富贵流。那 boss 打的他不是在掉血的，操！